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1日报道，俄罗斯国防部向记者表示，俄军首个集装箱型超视距探测雷达站1日开始在莫尔多瓦战斗执勤。俄国防部表示，12月1日起，集装箱超视距探测雷达站加入俄空天军，开始在莫尔多瓦地区的维克尔基诺居民点战斗执勤。超视距雷达探测站可在距离俄国界2000公里以上范围内追踪空中目标的移动。该站将能够发现飞机和巡航导弹的大规模起飞，确定单个目标的轨迹，包括战术和战略飞机以及高超音速飞行器。目前俄罗斯已建立了导弹袭击预警系统全覆盖雷达场，该系统包括沃罗涅日型雷达站，其主要任务是跟踪向俄罗斯领土发射的弹道导弹。俄罗斯国防部称，未来将建立探测空气动力学目标的全覆盖雷达场，类似于导弹袭击预警系统的场。新系统将包括集装箱型超视距站，